卓源，胶水要不先整啊？行，我去叫。终于到了我最爱的胶水环节。没水了，再去接个水。蒋哥，大哥叫你。蒋哥啊，你们那儿能接水吗？我们这儿能接水吗？就是你们那儿羊圈，已经接了呀。能接是吧？啊，我去接个水。我从没想过我们的田还需要浇水。最不缺的就是水。对，不是你这两天应该奢求他来场雨，明天赶紧。又要接水了，啊！太累了，背这个。整的。哦，你来接水的。这我接个管吧，是吧？准备把玉米种完就开始接管。我说我这儿接个水管。我这儿接个那个啥软管，到时候你们那边也能用。可以啊。陆卓，咋了？帮我一下呗。好，来了。把这个抬下去，这线不够长啊。咋了？这个线可以拉出来吗？我看它好像很长的样子。缠住了，这不是？我是想把这个管插在那儿。啊？你这得要线圈啊。也要有线圈吗？得要线圈才行，因为你只有线圈。它才能随时移动，它只有这么点距离，它的电线。我去拿吧，在这等我。拿线圈，我先你过来，我先种两个。我会你，就拉过来，让我先过去，让我踩在这儿。你扶着枪，拿着枪，你不拿这个，你把枪这个黑线拿上。上面有个什么东西缠着。等一下，好了，没事了。真的得弄个灌溉的，对啊，一天到晚太费人了，这个浇水太繁琐了。这咋开啊？你是没拆电啊？你是不是上面没插啊？插了，是不是那个上面有个电按钮？这个没亮啊。你这电板是坏的啊？这不是坏的，这是好的，红色的是好的呀。那不亮啊它？不是它这不亮啊？电表箱不亮啊？为啥？这个是好的呀。为什么？你换了电表箱没在？没了呀，家里就这一个好的了。啊？你确定这个好的？对啊。你再插一下。不，按那个红，只按那个红的，红的它这会变红。啥情况？我疯了，那上面行吗？插紧了呀，你再插紧一点呗。都顶到头了呀，只有这一个好的了。哇，好臭啊！咩，咩，这，咩，咩。必须搞的，我要受不了了。
你看，哎，这咋就好了？突然间，哎，来，直接往里边给我加水吧，只需要六趟，六箱就够了。OK， 出发吧。知道种植组的困难了吧？比想象中难多了。陆哲，哎，加水。行。陆哲，浇水。来了。来，装水，装水。加水，我都快浇完了。这块田最起码像点样了，我觉得比之前还好，有样了。走吧。好。结束了，只要五十四根，五十四根的就搞定了，啊，那够了呀，那我这做一二这太长了都，啊，那是够了，够了，赶紧弄，今日事今日毕，我今天必须把这蘑菇搞定，最后一颗，这上面也要吗？上面要要要，要钉儿不？嗯，要钉儿不？暂时不用，差最后一步就结束了。要是小心点啊，哥们儿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我把这边锯一下，OK， 走下去。陆卓呢？不知道。走一横，走一横，一二三走，能行不？我觉得你可以挑战你一个人试试。来，这个贼重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这有多重啊？你搬，你得找对方法。我怕他弄坏。哦。你放手，放手，放。我不放。放手。是架子重要，你不重要。走。啊，没事，我是在帮架子。他发现把架子弄坏了。对。架子弄坏了，咱不是又摆荡吗？可以，这个就放这儿吧。你确定它不倒吗？不倒。OK。陆哲来了，这直接就往上摆呗。啊？这是直接往上摆吗？直接摆，准备迎接历史性的一刻。哎哎，吓我一跳，咋了？他不想种蘑菇，这明显就是基建组的陆卓呀，骂人了、啊，把你们组跟我们组都骂了啊！朱元，骂人不要骂这么狠，行不行？来，这句话有点，我不想干了，一语双关啊！骂可以，但别侮辱我。塞嘴里，别，太紧了，跟那边一样的，还是横着放吧，这个，对，就这么放。我感觉两周就能收获了吧？能，这都现在才放了几天，它长成这样了。这玩意儿现在能吃不？真能吃，真能吃。烤一下能吃，真能吃，真能吃，真能吃，不开玩笑。我看你啥时候接。你俩能不能快点呗？那得看陆卓什么时候骂我。啊！我不骂我直接啪你嘴。还有最后四个。五个，还有最后三个，来来来，还有最后一个，一个啊，对，来，让我基建组的来摆，来，朋友们，他就是这1500个蘑菇中最幸运的一个，他1300个啊，1300个蘑菇中最幸运的一个，来，
让我们迎接这历史性的一刻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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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传给少熙本，我传给一横一横传给少熙，少熙传给你。行，来，所有人立正，举起你们的双手。王一横，我们要神圣，请接孤，请少熙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去，谢谢。神圣的一刻，我们众之主的蘑菇完工了。哎，我不击剑组的吗？来，快点快点，吃饭呢吃饭呢，都等咱们呢。二哥来了，走走走，来，我们一起加个油就走了。走，谁给你加油？来，三二一，蘑菇收工。别污了，快点儿来了。上爱奇艺观看《种地吧追更日历》，每天精彩片段响不停。